开始全新的自己，修道成仙。太让人神奇了，我们就被传送至天剑镇，正好连阳村已经很久没有与外界联系了，从这里开始。
又是五界杂碎。当初神念为了吞噬红军老祖遗留的仙印，肆意屠戮人间生灵。今日，难道局面又将重来？奈何人手不够，还剩几个人物封印之地。